这是我找到的唐三，给小雪一颗小红心。这是我找到的小五，给小贝一颗小红心。这是我找到的王布，给熊妹一颗小黑心。我为什么给我小黑心？我们在拼斗罗大陆九宫格，你放叶罗丽的人物，当然要给你小黑心。那我还有奥斯卡和陈思思，官方哪个呢？小朋友们可以告诉我吗？那我放奥斯卡。正确，给熊妹一颗小红心，红心黑心抵消。我再去找找，我也要小红心。这是我找到的比比东和马红俊，给大宝两颗小红心。耶，太好了。我又找到了一个蜘蛛青，给你一颗小红心。我找到了弗兰德和唐昊，再给你两颗小红心。我找到了蓝孔雀，艾莎，快给我小红心。小朋友们，灰眼魔王应该得到小红心还是小黑心呢？什么？怎么会是小黑心？艾莎，这是我找到的白沉香。很好，给熊妹一个小红心，灰眼魔王一个小黑心。交换魔法，变！哇，我的小红心怎么变成小黑心了？嘿嘿，小红心是我的了。四个人才能玩萝卜端，我们还少一个人。我要玩，我要玩。小姐姐姐，让我跟你们一起玩吧。但是我们只差一个人了，萝卜端需要小红心才能启动。我有一颗小红心，我穿。可是小红心，雪妹，下次我们再一起玩吧。可是小红心明明是我的，黑暗魔王太可恶了。雪妹，你怎么了？就是这样，黑暗魔王把我的小红心换成了小黑心，我没法跟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。黑暗魔王又开始欺负小朋友，看我怎么教训他。这里有一个宝箱，你们只要能打开它，里面的宝物就是你们的了。可是辛娜，怎么打开宝箱啊？你们每个人出一个斗罗大陆的人物，就能合成钥匙了。这个太简单了。我们最喜欢斗罗大陆了。我出唐三，我出小五，我出弹幕白，我出陈思思。合成失败。黑暗魔王，你怎么回事？陈思思是叶罗丽的人物，你不是得了一个小红心吗？怎么一个都出不对？那是因为他的小红心是拿熊妹的。辛娜，你胡说。我出奥斯卡。合成成功，恭喜你们得到钥匙。黑暗魔王，果然是你在撒谎。糟了，又被识破了，我跑。熊妹，我们一起玩萝卜蹲吧。我只有一颗小红心，我把我的一颗小红心送给你。可是熊妹还差一颗小红心，你们打开宝箱看看吧。我看，哇，太好了，是小红心。小伙伴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喜欢的话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